没事吧？走走走！少爷啊，你这什么动静？怎么了？就这么一推，能生火？我这个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不灵，你别问了。 魂殿的人竟然都渗透到这里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一下，通知长老院，只要能抓住黑白双煞，剩余的人员都还好办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少爷。 我告诉你件事，你可不要怕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条蛇在你头上。啊！